Oxford Reading Tree. Biff, Chip and Kipper Stories. Level 2. Written by Roderick Hunt. Illustrated by Alex Brichter. Series created by Roderick Hunt and Alex Brichter.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Hi, 小朋友。童老师今天给你讲的故事叫 The Go-Kart 卡丁车。哇哦，这辆红色的 Go-Kart 真漂亮。 Biff, Chip, 还有 Floppy 都充满期待地看着它。他们打算怎么玩这辆 Go-Kart 呢？我们一起来看故事吧。Dad made a go-kart. Made 就是做的意思。爸爸做了辆卡丁车。原来这辆 go-kart 是爸爸做的。哇，爸爸真牛啊。Go-kart 做好了，谁先玩呢？ Biff wanted the go-kart. Biff 想要这辆卡丁车。Wanted 就是要的意思。他伸出手，恨不得给 Go-Kart 一个拥抱。Chip wanted the Go-Kart. Chip 想要这辆卡丁车。他用百米赛跑的姿势冲向 Go-Kart， 生怕自己落后了，连 Floppy 都追不上他。Biff 和 Chip 都想玩。Biff wanted a go. Biff 想要试一试。Wanted a go 就是想要试一试的意思。Chip 一屁股坐在车座上，一手抓住方向盘，一手胳膊肘往外护着他抢到的座位。Chip wanted a go. Chip 想要试一试。Biff 呢也不谦让，他膝盖一顶，想把 Chip 挤下去，没想到却把金色的小喇叭撞飞了。不但 Floppy 急得汪汪大叫，连小黑猫都忍不住探过头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Biff 和 Chip 你争我夺，咬牙切齿的，谁也不让谁。他俩半跪在车座上。 Biff pushed. Biff 推。 Pushed 就是推。Biff 两只胳膊伸得直直的，把 Chip 使劲往后推。 Chip pulled. Pulled 就是拉或者扯的意思。 Chip 拉着 Biff 的红毛衣，把毛衣都扯成大口袋了。在厨房洗碗的妈妈听到吵闹声，赶紧往窗外看。正在客厅看报纸的爸爸坐不住了，站起来敲着玻璃门，让他们别再打了。连 Floppy 都在喊 Ruff Ruff， 快住手，快住手。 Biff 和 Chip 有没有听劝呢？没有。 They had a fight. 他们打了一架。 Fight 就是打架。他们不仅没停下来，还打起来了。 Biff 把 Chip 推到草地上，Chip 拉扯着 Biff 的毛衣。这一下爸爸妈妈急了，连忙从房子里冲出来劝架。 Biff 和 Chip 这对双胞胎平常关系可好了，从来没见过他们吵嘴，今天这是怎么了？小朋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Biff 和 Chip 有没有和好呢？请听童老师下回分解。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出品。